之前做了一个激光切割版的无人机试飞成功了，作为一个混 3D 打印行业的，做一个 3D 打印版的无人机简直就是势在必行，当仁不让，大势所趋，义无反顾，勇往直前的了。下面就用我勤劳的小手来做一个无人机的建模吧。软件我用的是 SolidWorks， 就这样画呀画呀画，拉伸呀拉伸呀拉伸就好了，过程非常简单，当然要结合 3D 打印机的精度偏差，轻巧的同时又保持模型足够的结构强度，这中间踩了多少坑就是一些不可能数的事情了。模型建好后，导出 STL 格式，放入切片软件中生成勾魂键，再到 3D 打印打印出来，一个无人机的机架模型就好了。想想接下来的试飞，还真是有点小激动呢。